晨早新闻专辑，商业电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各位早晨，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五，这一节的晨早新闻专辑是由陈心怡主持。梵蒂冈一个讨论中梵关系的委员会呼吁与中国政府就天主教会在大陆的角色进行建设性对话，敦促内地地下和官方教会宽恕和和解，而稍后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亦都会重点提到中国。冼大年报道。梵蒂冈讨论中梵关系的特别委员会结束一连三日的会议，教廷在会后发表声明，呼吁与中国政府就天主教会在大陆的角色进行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敦促内地地下和官方教会宽恕和和解。声明说，会议集中讨论到中国教会的生活，包括推动内地天主教徒和解，以下星期进行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亦会重点提到中国，其中下星期五的耶稣受难节，在罗马斗兽场遗址举行的拜苦路，有份出席会议的香港天主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会为仪式读经反思做准备。陈日君说，内地天主教徒遭受很多苦难，不想为信仰而造成，希望到时能够反映中国教徒的境况。内地地下教会估计有800至1200万名信众。教宗本笃16世前年上任之后，致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去年5月曾经向内地教徒发出木函，呼吁同大陆对话，地下教会同官方教会和解。而参与今次会议的除了陈日君，亦包括助理主教汤汉以及台北教区总主教洪山川。商业电台记者冼达尼报道。政府委任的专